先于爱我，怎会救主全所有奉献。速度 OK 吗？我觉得速度还行，只要二姐正常发挥就行。我们可以。哎，那个爱东山又是谁？主席啊，新宇、去哪了？好像接下来大卫你都一直上去陪着主席，陪着脚，陪着那个。48左右，来吧，那前奏短一点吧，我觉得。敬拜
荣耀你。其实还是唱，我就跟着 PPT 唱，我不知道 PPT 是没翻还是就这样子。没有翻，但是我应该是 copy 错，没关系，就按 PPT。那按照 PPT 唱 ，OK。我懒得改。好好好，就唱。可以。那就还是第一段两遍，对吗？愿舍弃一切跟随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的崇拜还有两分钟就要开始，想请大家都预备自己的心，让我们一会儿一起来同心敬拜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今天的宣召经文来自于罗马书14:8-9。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都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有美好的天气，真的是让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到教会当中来崇拜你。天父，我们都感谢你最近都有带领和保守我们在澳洲的疫情可以得到这么好的控制，让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可以没有限制的可以大声的开口来敬拜你。天父啊，有些东西真的是当我们不能做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当初可以做原来是那么的美好，真的是你的恩典。天父啊，我们这几天都是在享受长周末假期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长周末假期。天父啊，今天都是主耶稣复活的主日，在 Good Friday 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天父，我们都感谢你让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然后他又复活，真的是让我们也有了新的生命，让我们有了新的活泼的盼望。天父啊，求你真的是让我们都明白Easter Sunday 它真正的意义，然后也让我们反思我们和你的关系。天父，我们把今天的崇拜都全然的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我们也特别为了今天粤语堂他们是主日他们是福音主日，我们也都向你都祷告，求你真的是你的灵做工，可以把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天父啊，求你都带领接下来的时间，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号祈求，阿们。现在时间交给敬拜队。弟兄姐妹们早安，请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的，我们都大家一起站起来好吗？今天我们在来教会的路上，我就跟 Boris 在讲，你觉不觉得每次复活节的时候天气又特别的晴朗？因为今天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在我们还没认识他的时候，他为了担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后他复活了。所以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复活的主，我们所认识所经历的也是活的主。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经历到他怜悯的手，能够经历到他与我们同行。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主永远活着。是仿佛活主，他近在是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手是怜悯，听闻他安慰声，每次当我需求他，总必答应。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通过。基督耶稣救恩临到万般，活着，他活在我心中，在我所处环境中，主爱常在我旁。我虽有事情烦恼，但却永不失望。我知救主引领我，冲破暴风狂涛，一直我主必再来大显荣耀。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通过。基督耶稣救恩临到万般，若问我怎知他活着，他活在我心中。欢欣圣徒当欢喜，大家高声赞扬，不息地哈利路归于基督我王，信他的人有盼望，祈求者的帮助，无人有他的爱心，仁慈善良。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通过。基督耶稣救恩临到万般，若问我怎知他活着，他活在我心中。 Amen。 这是一首就是非常有有力量的一首歌，就是当我们在唱的时候，刚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在你心里面，你有很强的感受到主耶稣与你同在，我们的神就是活着的。
接下来这一首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是荣美的，他是满有怜悯恩典和慈爱的，所以凡在我们里面的都要不住的来赞美他。我们一起继续来敬拜赞美这位和平的君王。感谢主哈，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看到弟兄姊妹来到教会里边，能够一起高声的来赞美主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恩典啊。声音好像大了一点点啊，稍微帮我调小一点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大的恩典哈，因为在全世界的疫情还都很严重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地方都不能够这样子来高声的来唱哈，就算是有的地方有聚会，大家可能也不能唱歌哈。但是在我们少数的几个国家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的来这样子敬拜主，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恩典哈。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需要代祷的事情呢，可以跟我还有刘传道哈，或者你的组长来联络。
那么我们呢都会为你代祷哈。那么不管是在主日崇拜为你代祷，我们礼拜二的祷告会可以为你代祷，那我们私下也可以为你代祷哈。那么求主特别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呢都特别的来倚靠主，特别是今天是复活的主日哈，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复活，无论是任何的难处哈，这个我们都能够倚靠这位复活的主。有几件事情呢我们需要代祷的哈，第一件呢是我们特别的为柬埔寨的教会来祷告。为什么为柬埔寨教会祷告呢？就是因为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几位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就到了这个柬埔寨去短宣。好，那么我们短宣的那个是一个华人的教会，是一个在加拿大的华人的宣教士到了柬埔寨开了华人的教会，那么华人教会呢又做柬埔寨人的事工啊，所以他们开了3间柬埔寨的分堂啊，那么还做柬埔寨大学生事工。那么这个现在呢我们带导的呢是这个不是金边的，是西哈努克港的分堂，他们做的学生事工里边呢有3个同学呢就这个染上了这个新冠肺炎哈，所以呢那边的宣教师跟我们一直保持联络哈，所以有什么事他就告诉我，请为他代祷，我说好，我请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为你们祷告哈，求主特别怜悯啊，现在柬埔寨的疫情都挺严重的哈，那我们求主帮助他们能够有好的隔离，那么这些同学呢也可以很快的恢复身体的健康哈。那我们昆省的这个疫情哈也求主怜悯，现在应该是比较好一点了，对不对哈，那么求主带领能够很快的恢复正常。那我们特别感恩，就是这几天的我们有不同的活动哈，我们都是挺感恩的。从礼拜四开始我们有一个熄灯崇拜，大家有参加吗？有哈，好不好啊？熄灯崇拜是很特别的一个崇拜，我自己从来没参加过哈，第一次参加哈，那个然后一个一个蜡烛把它吹灭哈，然后呢这个最后所有的蜡烛都灭了哈，然后我们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离开那个会场，思念主耶稣他为我们受害哈。然后呢礼拜五早晨我们有这个受难日 Good Friday 的那个崇拜哈，那个有没有弟兄姊妹参加啊？都有哈，感谢主哈。那然后礼拜六我们昨天有一个为教会的这个洒水系统的一个筹款的一个晚宴哈，那我们有都有，我们国语堂好像有三桌是不是啊？我们有3桌这个一起都很开心的一个晚上哈，我们都有很多的大家的团契哈，所以很感恩啊，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活动，但是呢都看到神特别的带领。我们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其实4月份是一个很忙碌的一个月份哈，我们4月份这个今天粤语堂有福音主日哈，那么下个礼拜是我们国语堂的福音主日，在下个礼拜是粤语不是粤语堂，英文堂的浸礼啊，然后呢再下个礼拜是国语堂的浸礼哈，所以我们都不断的有事情发生啊，所以呢求主继续的来带领我们。那么也请大家为4月11号的福音主日来代祷。那么你有福音朋友呢请在那一天把他带来哈，我们特别有福音的信息来传讲给他。那么我们也特别为中年组的弟兄姊妹祷告哈，那个我们都有一些的中年组的弟兄姊妹，他们身体都在恢复当中哈，我们都求主特别的纪念哈，让他们的身心灵都慢慢的都健康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复活的主日，我们一起都献上感恩。我们感谢主你的大爱，
让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我们欢喜快乐，第三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为我们战胜了死亡，为我们战胜了罪恶，让我们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可以在主耶稣里边能够回到神的家里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啊这个日子，我们特别的啊在心里边能够跟主有更亲密的关系，也让我们愿意更好的跟随主。我们为着我们教会的一些的事情，也为着其他教会的一些事情，我们都献上祷告。我们把柬埔寨的这个，特别是柬埔寨的教会的大学生，有几个他们染了这个新冠病毒，我们求主特别怜悯他们，医治他们，也保守教会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为着澳洲的疫情，我们都感恩现在基本上都受到控制，我们求主继续的怜悯。我们也为着我们在复活节期间我们的各样的活动，我们都特别的感恩感谢主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接下来四月份我们还有福音主日，还有敬礼主日，我们都求主亲自的带领，让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特别是在四月十一号我们有这个国语堂的福音主日，求主带领让这个我们能够把福音朋友带到教会当中，能够跟他们来分享福音愿意很多的福音朋友可以在这一天能够认识主。我们把中年的团契的弟兄姊妹也都交在主的手里边我们求主医治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怀着感恩的心来爱主侍奉主。我们将今天的崇拜特别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把流传道也交在主的手里边，愿主你特别的祝福他也使用他的信息来激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现在到了奉献的时间，我把时间交给主席。好，现在到了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每个基督徒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或者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话，请不要介意，因为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做电子转账的奉献，那么如果有想做现金奉献的呢，在我们的门口会有一个奉献箱，可以做现金的奉献。今天的奉献诗歌是生命圣诗461首，奉献所有。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于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于耶稣，谦卑俯伏主面前。世俗一乐甘愿撇弃，求主悦纳我心愿。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于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们一起低头为奉献祷告。全天父，我们都首先都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日用的饮食，我们都感谢你都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还有给我们都有赚取钱财的能力，真的是让我们不只是够用，还有盈余。天父啊，我们都求你都继续保守，给我们一颗愿意奉献的心，不要作难。如果神给我们的感动
并不只是那十分之一的话，求你都让我们不要浇灭那个感动，要随按着自己的心来做。天父啊，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你在乎的是我们背后愿意奉献的心。我们也在这里继续为了教会的洒水系统而向你祷告，求你都感动弟兄姐妹来一起支持我们教会的这个洒水系统。我们把今天的奉献交出在你的手里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名号祈求，阿们。下面是正道的时间，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刘新玉传道，主题是遇见复活的主耶稣。今天的经文来自于路加福音24:13-35。同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正交谈讨议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进他们，和他们同行。可是他们的眼睛模糊了，没认出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一边走一边谈，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你是在耶路撒冷的旅客中唯一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吗？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事呢？他们对他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祭司长们和我们的官长就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这些事发生到现在已经3天了，还有我们中间的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去了坟墓，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发现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做了解释。他们走进所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天快黑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坐下来和他们用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这才认出他来，耶稣却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岂不是火热的吗？于是他们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看见11个使徒和与他们正在一起的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于是两个人把路上所遇到的和耶稣拨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以上是神的话。非常感恩跟大家一起能够在复活节的主日一起分享神的话。我们先通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的阿爸天父，主啊，我们都感谢你。主啊，今天是你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去生命，3天后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主啊，我们纪念这个日子，我们纪念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也纪念我们所领受到的一切恩典。主啊，我们都感谢你，也真的是把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听的讲的和同德造就。主，我们把以上的时间都完全仰望交托，祈求你祝福和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都是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都会发现开始接种疫苗了。我自己身边呢就有一些是药剂师啊，就护士，他们自己就因为工作的需要呢，作为那种优先的人士，他们就已经接种了疫苗。
那算一算，其实我们离这个疫情，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你现在你说离那个国界的完全开放啊，你说取消，完全的取消社交距离啊，让我们可以有 100% 就像我们之前回到 原先的那个正常的状态，可能还有一定的日子，但最起码呢，比我们那个之前变来变去的那样政策完全看不到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要好了很多很多。它这个疫苗的研发和接种让我们看到了盼望，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它有可能恢复正常，将我们从这样的一种提心吊胆啊、愁云惨雾啊那种很沮丧的状况当中能够解救出来。我们今天呢就会看到圣经也记载了两位那样很沮丧的门徒，他们呢正灰心丧气的面带愁容的，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去以马忤斯。但我们继续往后看的时候，到经文到了结尾的时候，他们却振作起来了，他们坚定的返回耶路撒冷去向众人做见证。中间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们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们中间改变了主意，中途折返了呢？这个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是怎么样讲的。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当时那个情况是主耶稣他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了，很多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他们都很失望的离开了耶路撒冷。今天呢这两个门徒他们也不例外，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去向以马忤斯，那是一个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有25里的地方，这个里是他们希伯来以色列人的理，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理，可能是要3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样子。他们在这个路上呢，他们就一边谈论，一边走，一边谈论路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我们看到 PPT 这个经文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连续用了好几个表示一个交谈的一个词语。他们说他们谈论，他们交谈，彼此讨论。中间呢还有另外一个词是议论，它通常都是有一个争辩的一个意思。就可见这两个门徒呢，他们对谈论的事情，他们一边走，走了很远的，一边走一边谈，不只是很和平的，他们有时候还争论，因为他们两个人都不能说服对方，他们一直讨论，甚至是争辩，他们没有一个共识。而且正当他们在争论的时候，这个复活的主耶稣接近他们，与他们同行。我们要注意一点是，不是这两个门徒邀请耶稣加入他们，是耶稣主动的介入到他们谈话当中，与这两个门徒同行，跟他们一起去谈话。耶稣主动的加入了他们，耶稣问他们你们一边走一边谈，谈的是什么事情呢？这两个门徒中间的一个叫哥留巴，他就回答说，他言语中他甚至是带着一丝的那种嘲讽的那种感觉，你是那个耶路撒冷做客当中唯一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人，这样的事情你都不明白，已经都传遍了你都不知道。耶稣他其实是整个事件的主角，他是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他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真正不明白耶路撒冷发生什么的其实是这两个门徒，他们的不明白，他们的不清楚，其实也是他们争辩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他们不明白，所以谁也不能说服不了谁。但到底有什么好争论的呢？其实从他们的对话当中，我们知道主要是关于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他们不清楚，还有就是有关耶稣复活的这样一个信息，这两点他们不是很清楚。门徒们其实他们真的是就是不明白这两件事到底是真相是什么，他们胡乱的猜测，他们彼此的争辩。我们仔细看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看这件事情的。他们这些门徒他们不清楚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身份，他们不清楚耶稣到底是先知啊，还是弥赛亚，或者是他们所认为的弥赛亚。耶稣他自己出来侍奉3年，他行了各种各样的神迹，可能医治赶鬼啊，喂饱几千人，让人死里复活这样的事情。他通过这样的事情，他让人能够看得到耶稣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和能力，其实让人明白他就是拯救犹太人的弥赛亚。耶稣做了这些事情，
也因此他就得到了很多的跟随者，很多人都跟着他。但是门徒们他们不这样认为，门徒们认为的弥赛亚，认为的拯救，他们是认为弥赛亚是要领导他们来赶走罗马人，带领他们来重建大卫的国度，这也是他们一直盼望的。此时此刻门徒们心想，耶稣已经死三天了，他们的盼望已经不再成为可能了，他们还要继续受到罗马人的奴役。其实我们从经文里面他们对耶稣的称呼去来看，他们最早的时候他们把他称为什么，他们把耶稣当作弥赛亚，一直那个救赎者。你看他，我们素来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但是呢他们现在称呼耶稣什么？他们现在称呼耶稣是一个先知。我们看到这个两个门徒，他们搞不清楚耶稣他到底是救赎者还是先知，或者是说还是说在他们所认为的弥赛亚，他们带着疑惑，带着失望，带着忧愁离开耶路撒冷，这是他们的一个状况。还有一点呢，就是耶稣复活也是他们争论的一个地方。就很明显耶稣的拯救和这些门徒们所认为的不一样。耶稣的拯救他是通过自己的死里复活去战胜死亡，让全人类都可以借着他去得着神的救恩。复活其实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今天也是我们的复活主日，我们纪念主耶稣的复活。如果我们今天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楼上主堂门口我们还看到有一个空坟墓，耶稣已经在三天以后复活了。我们对复活很熟悉，因为我们每年都过复活节，但是这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复活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门徒们他们听到妇女们他们见证耶稣的空坟墓，他们不是很相信，可能是因为女人在当时讲话没有那个法律的效应，他们觉得不应该信女人的见证，或者说他们是因为妇女们他们讲的天使显现的这样事情太过于荒唐，太过于离谱了，所以他们听到复活的见证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不相信，而且是惊奇的。那几个妇女的见证使他们惊奇。我们发现门徒们他们不明白耶稣的身份，他们不明白复活的真理，而这就是他们争论的这个原因。但其实耶稣他已经在第九章第十八章已经最少三次他预言过耶稣已经预言过自己要在十字架上受苦，而且要在第三天复活。其实作为耶稣的门徒，他们应该就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的，而且三天的时间正好是耶稣预言应验的时刻。但实际上是怎么样子？实际上样子就是复活的主耶稣来到他们的面前，跟他们一起行走，但他们的眼睛还是迷糊，不认识他。从圣经来看，这个不认识其实在原文里面更多的是一个持续性的不认识。他们不认识不是一瞬间我看见你的时候我当时没有把你认出来，而是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跟他走，一直跟他走，过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认出耶稣来。门徒们他们自己不相信复活，他们也不愿意相信，留给他们的他们只是失望、惊奇还有忧愁。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他们看到的复活，他们听到的见证，他们那所谓的复活到底什么意思，所谓的复活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是怎样解释，他们一直在争论。门徒们他们把自己的焦点放在了他们所关注的事情上，他们所认为的弥赛亚到底是什么回事，他们所认为的复活到底是什么事，他们没有仔细去想，没有仔细去思考经文到底记载着什么，他们没有记住耶稣所宣讲的，他们没有记住耶稣所要跟他们讲的，他即将受死，他要在三天以后复活的事情。所以他们在看到复活的主耶稣的时候，他没办法把这位弥赛亚给认出来，即便已经进入他们的生活当中。但是这两个门徒是非常幸运的，他们在信仰上遇到问题，他们充满了失望，他们不明白不理解。如果是这样，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很可能就在信仰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但这个时候，耶稣亲自的走向他们，跟他们同行。耶稣主动介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耶稣的介入只是一部分，只是第一步，但接下来耶稣要做更多的事情，他要兼顾门徒的信心，他要改变这些陷入了危机的生命，他要改变这两个陷入危机的门徒的生活。对于门徒们的争论，耶稣责备他们，称他们无知的人，还有就是说他们的信心太迟钝了。耶稣讲的我们看是一点情面都没有留。其实我们按常理来讲，死里复活根本就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根本就不符合普通的人的认知，这一点其实相当好理解的。而且耶稣身边的十二个门徒，他们天天跟着耶稣三年，超过了三年的时间，他们都不相信，他们都跑回去加利利打鱼去了。你说最亲近的门徒他们都不相信，那这两个可能离得稍微远一点的门徒，他们不相信是不是完全就值得理解，完全就值得同情呢？那为什么你还要讲得那么难听，就直接就一点情面都不给呢？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耶稣没有把这个当成是可以原谅的借口，他们还是责备门徒的不信，还是责备门徒们的无知。其实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其实是不是也经常给别人找借口？我们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完全是值得同情的，其实我们也经常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信主的时间不够长，对圣经的理解不够，所以在行为上出了问题，其实可以原谅的，是正常的。而我们在忙着学习工作或者结婚养小孩的某个阶段，我们要满足各方面各面的一些需求，所以没有时间来亲近神，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的。我们忙了一整个礼拜工作，周天可能要多休息，所以周日就没有办法来崇拜或者来查经，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生活已经很拮据了，我们好不容易存了一整年钱才能够出去旅行，我们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奉献，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真的是可以被理解的吗？还是说我们只是把这些当成了一些我们来解释我们自己行为的一些借口呢？我们真的是可能会经常不自然地做出这样的一些解释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我自己也经常做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有时候看上去的确也是能够去可以理解的，有时候就是，但是有时候造成了一种状况，就是有时候组长过来提醒你，他都不敢过来跟你讲，他可能生怕你这样做的话可能会被理解为不近人情，不体恤别人的需要。我们组长可能有时候我们的那些领袖都没有办法去跟你讲这些事情，就怕你误解。但是你会说耶稣不关心人，不体恤人的需要吗？你会去觉得耶稣不体恤那两个门徒，他不爱这两个门徒吗？我们不会去这样讲。但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被圣灵提醒，也是会为圣灵责备，但是我们不要为我们找太多的借口。我们可能也当我们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就反思一下自己和神的关系，反思一下自己被神责备的地方，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得最好，而不是一直的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去找一些借口。其实我自己家里有两个孩子，像弟弟他现在正好是2岁了，艾比他3岁多一点，4岁不到。其实在俗称就是 terrible two horrible three 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那么真的是非常难搞。他们有时候他们经常的闹情绪，但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责备他们的不恰当的行为。但是一味的责备呢，他们常常就会不听你讲的，反而会闹得更厉害。如果你要告诉他们，哎，你们到底是哪里错了，正确的是什么东西，他们才可能比较可能才会停下来。其实责备并不是一个目的，而只是一种教导的手段，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才是真正的目的。耶稣其实在这里他也不是一味的责备门徒们不信，责备门徒们无知。耶稣不是一味的责备门徒，他和门徒们的对话更多的内容其实都在教导他们。耶稣不厌其烦，从摩西五经一直到众先知书，他凡经上所指的话他都给他们做了解释。从摩西
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解释的所记载的话都给他们做了解释。耶稣他一步一步的教导门徒，根据门徒们他们在哪里搞不明白，哪里不懂，哪里在争论的地方，耶稣教导他们，他们告诉门徒他真正的身份就是那个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耶稣他教导门徒，神救赎的工作就是要通过死里复活才能够完成的。耶稣教导门徒，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复活战胜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时刻，是神的工作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他经文特别特别的记载到，弥赛亚必须是先受苦，然后才得着荣耀，这才是神的计划，神定义要如此。其实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所经历的一切的挑战，也是神定义让我们经历的，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得荣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我们看到耶稣是经过了苦难进入了他的荣耀，我们也是和耶稣一样，我们也要经历生活中的一切挑战 和困难，才能够得着最后进入最终的这样的一个荣耀。我们继续往后面看，耶稣的死里复活真的是难以置信的，他的救赎的工作没有办法很容易去搞明白，但是耶稣亲自的进入到这两个不明白的，这两个充满疑惑的 门徒们当中，与他们同行。耶稣呢，责备他们的无知和不信，但是他自己还是不厌其烦地去教导他们，去通过解释圣经给他们听，来消除他们的疑惑，来扭转他们的认知，让他们能够真真正正地认识到自己，认识到自己的一个信仰。接下来会怎么样呢？耶稣他还翻转门徒们的生命，耶稣翻转门徒们的生命。当他们三个人走，快要到以马忤斯的时候，耶稣看起来好像还要往前行，但是这两个门徒说服了耶稣留下来。那么在原文当中，这个好像他是有假装的意思，他不是说 他是有耶稣假装要离开，他没有打算真的要走。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其实也能够看得到，耶稣并没有真的要走，他没有 真的要离开的意思，门徒们挽留他，就马上就进屋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一起同住。耶稣他之所以假装要离开，他很可能是要主动的试验这两个门徒，要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回应的。虽然说这两个门徒他们没有把耶稣认出来，但是他们还是强留了耶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举动。可能呢是因为他们可能是因为耶稣刚才跟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他对圣经太熟了，而没有人像他一样能够把圣经解释的那么清楚明白，所以他们还想继续听。也有可能是耶稣讲的内容太扎心了，他们非常希望耶稣能够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同住，和他们一起分享 和耶稣分享自己的挣扎。但无论怎么样，门徒们他这样坚持抓住耶稣不放的这样一个态度，也成了事件的一个转折点。耶稣留下来跟他们一起用餐，这个时候耶稣拿起饼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一起用主的晚餐，他们一起团契，耶稣进入到他们的生活跟他们一起团契。其实从我们刚才从事件的一开始，我们看到门徒们一边走一边争论，可能还会在大吵，然后耶稣加入他们，耶稣从责备他们到教导他们，跟他们一路走，一直在讲话。但是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个场景中就突然有一种很平静的一个感觉，就可能就像 有点像我们星期四晚上的那个寂静夜的那个崇拜，我们就看到蜡烛 一根一根的熄灭，那个时间那个氛围那个气氛是 很平静的。但是就在这个很安静的一个时刻，他们的眼睛突然亮了，他们认出那就是耶稣。我们知道从以马忤斯从耶路撒冷走到以马忤斯一共有25里的距离，是超过了30多公里，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话大概要3到4个小时。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谈论的对象是耶稣，他们的谈论的内容也是耶稣。
那么为什么那么久的时间他们 都没有认出耶稣来，但是却在吃饭这样一个很短的一个过程，基本上交谈也很少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将他认出来呢？什么才是他认出来的关键呢？当然耶稣在席上的话在席上的言谈可能会令他们想起耶稣生前的生活，当然这两个门徒也可能在最后的晚餐掰饼的时候，他们有听过之前耶稣是怎么样掰饼的，所以联系起来了，这可能就是耶稣，这些都有可能。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细节，是和合本说他们的眼睛都明亮了，和修本他讲的是眼睛打开来了，我们中文的表达的方式可能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其实在原文当中这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语态，是一个被动的语态，眼睛被打开来了。经文他要强调的是这个背后的神，不是门徒们自己突然就明白了能够看到了，而是神，而是耶稣主动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睛，让他们明白先知所论及的耶稣的话，他们明白耶稣掰饼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明白神的话，清楚明白神的话很重要，这是他们能够认识神的一个基础。这也是耶稣为什么在路上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教导他们，跟他们讲圣经。但是最终耶稣打开他们眼睛的时候，让他们认出自己的时候，是他们邀请耶稣进入他们的生活中的时候，是邀请是耶稣让他们是他们邀请耶稣进到他们的团契当中的时候，他们在最后实际的同席的过程，切切实实的经历到耶稣的同在，切切实实的经历到生命被翻转的时刻。其实去年我们都被关在家里都没法出门的时候，我自己经常在家里在网上看一些做菜的一些视频，做面点做甜品各种各样的视频，可能看了有没有上百部也有几十部。很多很多视频其实我看了以后我都已经忘记，我看的时候好像懂了，这个菜我知道怎么做，那个我知道怎么做，我看的时候好像懂了，但实际上不是每道菜我都有去做过，到现在也都忘得七七八八了。他真正的学会了还有记住的那些东西，知道自己怎么做的知道怎么做的那些，都是我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的，而且我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是有亲自的去尝试过的。当然尝试也会有失败，但是失败这个经历却明白了，就帮助了你怎么去到底为什么会失败，它帮助了我们怎么样去真正的把它做好，我们学到了成功的技巧的诀窍。其实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认识耶稣，我们要去认识神，明白神，明白圣经的内容真的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不仅仅是这些内容，而是说我们要把耶稣邀请到我们生命当中来，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去经历它，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去信靠它。可能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和耶稣一起同行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会失败，我们自己认为可能会失败，我们还会经历这个挫折，但是他只有把他邀请到我们的生命，跟他一起同行，我们才有可能更好的认识他，能够更好的明白他，真正的认识到他的真理，真正的认识到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主，他才能够真正的打开我们的眼睛。就在门徒认出耶稣的时候，耶稣却从他们的眼睛里面消失了。在灯箱变相的时候，我们看到门徒们他们目睹荣耀的耶稣和耶稣和摩西和以利亚一起交谈的时候，以利亚和那些摩西他们那些人都消失了。旧约中神的使者在那个曼利橡树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将会老来得子，完成以后那使者也消失了。其实这些事情的共同点就是神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他出现在那个地方，或者让这件事情发生。当神的工作和目的都已经完成的时候，当事人他就神奇的不见了，神特意让这件事情发生。其实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从介入他们的生活到最后耶稣的离开，
他来的目的单单就是为了这两个门徒。他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充满疑惑、充满在彼此争论的门徒，让他们重新明白过来。他特地做了这件事，所以耶稣他主动地介入到这两个争辩的门徒当中，帮他们明白身份，帮他们明白更多、更好的认识自己。耶稣他主动，他去试验他们的信心，让他们邀请自己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来与他们团契。耶稣他主动打开这两个门徒的信心，让他们确实经历到与他同在的过程，也确实让他们能够的生命得以改变。我们看到耶稣主动的做了这一切，让这两个门徒能够得以改变。就是在经历这一切以后，门徒已经和经文开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他们从要返回耶路撒冷，充满了失望，充满了愁苦，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们坚定地返回耶路撒冷，他们愿意去为愿意去为别人去做见证。他们这两个门徒，他们返回耶路撒冷，他们报信给这两个门徒，他们告诉耶稣已经复活了，告诉他们去分享他们跟耶稣一起走过的路，一起谈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从一开始的无知，他们从一开始的不信，他们到最后他们的明白和相信，他们的眼睛从迷糊认不出耶稣，到最后被打开，能够将耶稣认出来。门徒们他们遇见复活的主耶稣，他们的认知被翻转了，他们的生命被更新了。在整个过程当中，耶稣都是采取主动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引导这两个人去明白，最终帮他们从困境当中走了出来，最终帮助改变他们的生命，让他们能够去正确的去回应神。而这两个门徒所做的，他们就是接受耶稣同行的要求，他们就是邀请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来，他们没有让耶稣走开。而他们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最终生命得到翻转，得到了上好的福分，他们也成为了我们美好的榜样。其实弟兄姊妹们，耶稣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信主之后生活就马上会一帆风顺，我们可能会去经历各种各样的伤痛，我们也曾经对自己的信仰有过失望，有过迷惑，有过不理解。但是我们基督徒明白，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所遭遇的事情是短暂的，我们也知道这是我们要进入他的荣耀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基督徒之所以有盼望，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能够靠着主活，正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主复活的主耶稣，去明白他已经战胜死亡，并且深深的知道他其实是爱着我们的，他愿意介入这些陷入困境迷茫无助的门徒们当中，他爱我们，他愿意主动跟我们团契，与我们同在，他愿意担当我们的重担，他爱我们，他愿意主动的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能力去跟随他，让我们有能力去给他做见证。约翰一书他记载到，他说神差他的独一的儿子来到世上，是我们借着他得生命，由此神对我们的爱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所以当我们遇见复活的主耶稣，他要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紧紧地抓住，不要他离开。弟兄姊妹们，我问你们，今天你们就要遇见复活的主耶稣，他要进入你的生命，改变你的生命，他要让你看见，他要让你得享他的荣耀，你们愿意吗？我们一起来，大家都可以起立，我们一起来回应神。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让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每一天渴望与你爱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真的是爱我们，愿意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从你那里得着宝贵的救恩。亲爱的耶稣，我们渴望每一天都能够与你相遇，能够享受你的爱，能够看到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愿意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新生命里面，也祈求你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更新我们，来引领我们。主啊，求你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快跑地跟随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都是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大家请坐啊。啊，现在是到了每个月啊，每个月一次的圣餐的时间哈。那个啊，今天呢是四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啊，正好也赶上了那个
啊，我们的复活主日哈，所以非常非常感恩，在今天我们一起领受圣餐呢，都有很特别的意义哈。我的声音再小一点点好吗？那圣餐呢，是主耶稣他在临上十字架之前呢，对主耶稣的吩咐哈，让我们一起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一起纪念主的救恩。那么圣餐呢，是只是为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设立的哈，所以在我们教会呢，只要你信主了哈，不管你在哪里信主的，只要你信主了，那么你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哈。那么教会呢，已经为大家预备了这个饼跟杯哈。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呢，已经带回家了。如果你现在在网上崇拜哈，请你把你从教会拿回来的饼跟杯呢现在拿出来。如果你没有预备呢，现在请你自己预备一下好不好？家里有饼的话那么倒一点果汁或者是葡萄酒哈，那么我们一会儿呢就来领受圣餐。那么现在呢我请Lucy 啊、Jessica 跟红小姊妹呢来帮我们来派今天的圣餐的饼跟杯哈。那我们请思琴呢帮我们弹一点音乐。请听我读出有关圣餐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1:23-29，圣经这样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感谢主哈，今天刘传道跟我们讲道里边也提到圣餐，对不对？好，这个两个门徒认不出主耶稣来啊，那么他们一路跟耶稣谈话，还是认不出他来啊，直到主耶稣跟他们分饼分杯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刘传道告诉我们说什么？被打开了啊，他们就知道，哎呀，这个真的是主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是蒙着的啊，我们看不见主耶稣。虽然那两个门徒也被称为门徒，是不是啊？有两个门徒啊，我们也被称为门徒，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虽然做门徒，但是我们的眼睛是被蒙蔽的。
很多时候被这个世界所蒙蔽，很多时候被自己的罪所蒙蔽，很多时候被自己的私欲所蒙蔽，于是我们看不清我们的主，我们看不见他的荣美，我们看不见他的救赎，我们的眼睛只看见自己，只想自己。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一起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愿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再专注自己，而是把眼睛专注在主耶稣的身上。我现在邀请大家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反省一下，在过去的生活里面有什么样的罪在缠绕着我们，有什么样的私欲蒙蔽着我们，世界把我们拉了离主越来越远，求主帮助我们，要我们悔改，我们不再走自己的路，我们不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而是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复活的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请我们在主面前悔改，也立志跟随主。现在我们预备领受圣餐。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和门徒一起来过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就祝谢掰开，他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姊妹，这个饼代表了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的身体，让我们一起领受的时候，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看见他。请大家打开第一层的那个膜，拿出那个饼来，一起来领用。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主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弟兄姊妹，这个杯代表了主耶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代表了主耶稣和我们所立的新约，让我们一起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祈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主你的大爱，让主耶稣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为我们复活，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主要今天你让我们在地上活着，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主你而活。主啊，求主你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私欲，让我们真真正正的做主的门徒，
主啊，求主你打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眼睛，让我们真真正正看见主，认识主。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奇异恩典》。凭着信心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赐福于你。来，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好，我们彼此问安哈。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好，弟兄姊妹。
请坐哈。非常欢迎每一位弟兄姊妹啊，今天在复活节的主日哈，来到教堂里边，我们一起来敬拜主。那么现在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哈，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呢，我们特别特别的欢迎你哈。那在我的手上呢有一张这个新人的填的表哈，叫黄之超啊，你们一家人是不是哈？请你们起立哈，欢迎你们，非常非常欢迎你们哈。那个你们是从是本地住在这边很久了吗？啊，太好了哈，这个欢迎你们常常跟我们一起敬拜好不好哈？请坐请坐哈。那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有一些好久没来了哈，也非常非常欢迎你们哈。那个好，我们有几件事情要报告一下。教会呢，我们每一年的执事和这个施工委办会呢，都会有这个更新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又开始要提名了，所以你觉得，哎呀，我想要做哈，这个那你就找我哈，你说牧师我要做哈，那我就帮你提名哈，或者你觉得说另外的弟兄姊妹某某弟兄某某姊妹哈，他说哎他们很棒哦，我觉得他应该坐某一个位置特别好哈，那么呢，你最好呢也去找找他，问问他愿不愿意做哈，然后你再提名哈，因为呢这个要他自己同意才可以哈。我们侍奉主呢都是甘心乐意的哈，也是不是一个职位，而是我们给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好好来侍奉主哈，所以呢大家也为这件事情祷告哈。那我们教会的这个是最高的领袖的一个层面呢，希望能够有合主心意的弟兄姊妹哈，一起来同心的服事的时候呢，教会能够走在神的心意的当中。下个主日是福音主日哈，什么叫福音主日呢？那么这一天的主日崇拜的信息是以福音为主的，然后崇拜以后呢，我们还有一些的特别的节目，都是为福音朋友所设计的。那么所以呢，请大家呢特别来出席，也带福音朋友来。那么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呢，每个人就是15块钱的饭钱哈。那么如果你带福音朋友来呢，福音朋友呢就免费的，那我们请他吃饭，那么也请他来听福音哈，所以他有这个肉体的食物，也有属灵的食物哈。我们希望他能够饱饱的回去哈。那么这样子的话，福音主日的这一次呢，就是等一下哈，我前一章我有一点点没有太看明白哈。这个福音主日的安排是所以就是大家都是照常吧，应该是哈。那个来我们请刘传道来帮我解释一下哈，因为我不太看得清楚哈。可以下一张就好了，其实就是因为下一张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受疫情的影响，所以来的人数呢我们需要统计，我们也不能超过人数，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统计的。然后我们根据报名的情况来看，如果每个人都回来的话，我们教会也没办法坐下，所以说我们只能是安排我们的直播组直播小组应该是 B 组负责，他们照常回来。然后马可班、慕道班呢，还有亲子组呢，我们就照常回来。但是像其余的中年组那周就暂停，然后还有 A 组和 B 组我们就暂时没有办法回来。但是如果你邀请了朋友的话，你有福音朋友的话，你也可以照常的回来，那没有问题。但是需要通知我一声，我好因为要统计人数才能够按照量来定饭食。对，是这样啊。好，谢谢，可以了。那个这个都是刘传道在安排哈，那个有刘传道帮我呢，现在我就很轻松了哈。这个有些事情呢，就我也详情不太知道了。那大概知道了哈，所以呢，
希望你来的时候呢，都带一位福音朋友来。所以带福音朋友的弟兄姊妹就优先可以来教会哈。那么这个然后我们当中还有陪摊员呐，还有一些有侍奉岗位的哈，你都可以来哈。这个那么其余的弟兄姊妹呢，你想来哈，那么怎么办呢？带福音朋友来咯，是不是哈？就最好了哈。那么这样的安排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好了，那么下一章呢就是今天因为是这个粤语堂的福音主日哦，那所以呢10:30的时候他们要用这个地方啊，那么所以我们在10:30之前呢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场地啊。那么这一层呢都是交给这个粤语堂来用的了啊，那个包括 library 等等的地方都有，都是他们用的。那我们自己呢就用 Java Center 跟 Gilchrist Hall 啊，那个那我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敬礼班哦啊，那么敬礼班呢我们就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说吧，再找去 Gilchrist Hall 是吧啊，敬礼班去 Gilchrist Hall 哈，我们到最楼上的那个上边，你没有去过对不对啊？我们在那边就好了。好了，那么礼拜二的祷告会还是鼓励每一位弟兄姊妹呢，其实如果你不能够每一个礼拜参加呢，我觉得至少一个月哈，你来参加一次好不好啊？这样因为如果你每一次祷告会都不参加，你对教会的事情也不太了解哈，所以我真的鼓励弟兄姊妹，你们应该多一点的为教会祷告。所以我鼓励哈，如果你没有经常参加的话，你最少每个月哈参加一次好吗？那么下个主日呢我会跟大家讲的题目是卸下重担得享平安啊。那有侍奉的弟兄姊妹呢下个主日呢应该有很多弟兄姊妹有侍奉哈，请你们呢准时来到教会，那么预备好心来参与服事。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崇拜呢就到这里了哈，我们大家一起默祷啊，我们请思琴给我们弹最后的音乐，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崇拜，愿神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